好，大家好啊！前面我们要基本上学习了那个继承方面的内容啊，然后我设计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主要拆分为两块来讲，主要是为了学习的一个简单以及循序渐进性。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就需要对我们讲个东西呢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为什么这样弄，是不是？首先说明一点，你要理解 JS 里面呢是没有一个类的概念，如果我们要非要说它有类呢，只是一个模拟。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阐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纯对象形式的，那么就需要有，如果要实行继承，那你怎么做呢？所以第一个套路就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要搞两个对象出来？然后这个对象因为 JS 的动态性，是不是可以给对象里面动态的加一些属性、方法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如果两者之间要建立继承的关系，从逻辑思路的思考来说的话，无非就是两个，是不是？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把父的东西全部照搬过来，所以就是一个复制型的一个继承，在 JS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 for 应循环，达到一种继承关系啊。这种 for 循环做继承的话呢，可能对于 C 系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一样，是不是？它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你自己给它加，然后呢，通过一个循环，这样乾坤大挪移一样，把它全部呢这样复制过来。那么复制的过程中呢，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什么呢？如果它里面的属性成员呢是一个对象或者是个宿主，那么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解决这个前拷贝与深拷贝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思路，这是这样的一种继承形式的。通过那个复制形式的继承啊，纯对象，那么这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理解啊，然后就是颠覆一下大家的那个 C 体系过来的那个继承的观念，是不是？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两者之间要继承，除了复制就是建立关系，是不是？建立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考虑，我这里有一个对象，这里也有一个对象，两者之间怎么建立关系啊？是不是你说，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 link。我的值等于它，然后呢，这是不是建立了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就 OK 了。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 JS 的大脑，你不可能让所有的浏览器都支持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所以这样做就不行。不行的话呢，我们就只能遵循 JS 的套路。那怎么个遵循法呢？是不是只能用这里有一个对象，然后这是父对象，这是子，是不是？中间必须有一个桥接。这个桥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把它用一个方框来表示，这的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小方框，就是一个构造器函数 f，然后下半部分呢就是一个圆圈，这就是它的那个 prototype 一个原型啊 prototype。怎么建立桥接呢？第一步，因为 JS 提供了这种功能，你通过这个构造器又一个对象的时候呢，它会给你这个对象创建出来的对象加一个 prot 这个隐式的一个成员是不是？而这个隐私成员又指向他了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考虑那个另接的建立方式了。如果这个 f 的原型我们直接等于它，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自动帮你找到这样来，你又这个地方每个对象里面都有一个 prototype，这是 JS 自己帮我们加的，而你又把它这个原型又等于这个父对象，这样是不是建立了一种另接关系？这样也达到了继承。那么这种另接关系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说，如果非要说 JS 有类的话呢？这个东西呢，这个整的大方框就相当于是个类。所以说，如果你在 JS 里面要把它当成类的话呢，类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构造器函数，一个是它的原型对象，两者合起来可以类比为像 Java 啦 C# 里面的一个类型。它的功能呢，就把它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造器函数，我们用来创建对象，那么呢，只是把对象创建出来了，对象的实例成员，我们在这里可以写上，比方说 nest 点 name 这种 nest 点 age 这样写，创建了之后呢，那些 name 与 age 呢，就变成这个对象本身的实例成员，这是这一块，但是呢还不够，然后它就需要建立另接，然后创建的时候 new 呢会帮你加了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指向了它自己的一个东西，告诉它。这个东西我帮你弄了，你以后用它来建立链接，然后就完成继承。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只需要把 f 的 prototype 呢，把它视为父对象就可以了。这就是 object create 的本质，是不是？依据这个中间媒介来完成一种继承。
前面我们就是进简化，是不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一个图。那么呢，然后我们讲解的过程中呢，关于这一块呢，我们就故意简化，就是什么呢？我们只是用一个对象自明量的方式来弄。关于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按照我们学过的知识的话呢，所有可以创建的对象都是可以作为它的父对象来处理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自明量啊，当然也包括 new object 的创建的对象，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new 一个别的叉叉的一个函数，是不是 ？ff 的函数对象，然后呢还有可能就是别的函数的原型对象，就是原型对象都可以作为这个你创建出来的，依据它创建出来的那个对象的一个父对象，这是这个。当然，关于如果回到这个地方来说，关于这个块的话呢。它有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前面也说过它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地方，如果你在这个构造器函数里面放了一个类似的内容的话，就会变成对象的实例成员。这个实例成员来源除了通过构造器来创建出来呢，你也可以动态加，这是实这种，这是跟 Java 的或者 C# 的实例的成员是一样的含义。这是它的两种来源，一个是类似的内容，一个是自己动态加。如果你要给它这个对象站在这个对象的角度，如果你要给它加静态的成员呢，就需要在这个把 f 呢就当成对象来看待，然后给它加成员，因为对象也是可以动态加的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站在它的角度来说，你给 f 加的东西呢就是它的静态成员。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Java 或者 C# 呢没有一个直接类别的东西，这个东西里面的成员呢，就是通过它构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象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改变它里面的东西呢，就会改变这两个对象的引用啊。这是一站在一种 JS 层面，就是一个省内层的做法。这就是整个我们对象形式的继承，然后慢慢引入到了这个单独的这个类的一个概念。这是我设计这一块的一个目的。好，这是这一块的那个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真正的继承。既然前面我们隐含着这样东西呢，当成是一个类，就是一个函数，然后它的原型当成一个类。如果你要真正实现类方面的继承，是不是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构建出来？其实，在 JS 里面构建的话，这个下面的软串呢是自动帮我们构建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构建两个函数就可以了，就表示两个类建立完毕，是不是？建立完毕了之后，关键是要实现像 Java 的 extend 的关键字或者 C# 的一个冒号，表示它们两者之间建立关系。那么你怎么建立关系呢？按照我们前面的学习，因为做了铺垫了，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个原型之间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也很简单，因为每个原型里面都有一个 prototype。如果你这两个对象直接一相等，是不是建立了关系？当然，这种建立关系呢，可以达到继承的目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因为两者完全相等，如果你在这里面加了东西，你通过这一个父的构造函数啊，比方说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p，父的构造函数六的一个对象呢，因为它就指向这里来了嘛，所以就是说把子的东西呢会暴露给父，这个完全违背了一个继承的一个理念，是不是？继承只是说子可以用父的东西，没说父可以用子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这种方法呢不推荐。当然，你强行在项目里面写的话，就要留意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一种间接关系，这是非常直接的，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要间接，直接不行，肯定是只能间接。间接怎么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六一个 p 的话呢，六一个啊，通过六关键字构建出来的一个对象的话呢，它是自动的帮我们指向它的。既然刚才我们直接相等不行。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可能溜出来，然后把它呢等于它，这样经过了一个媒介了之后呢，你在这里弄的东西呢，因为你在外面这个通过它溜出来的东西就访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找到这里来，然后接下来找到这里来，就 OK 了，就结束了，是不是？所以它不会再往这里走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指的东西呢，不会暴露给父对象的一个目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对象构建出来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起到桥接这个子的原型对象与父的原型对象的一个目的，其他的作用没有，是不是？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如果我这个 p 构造函数里面有一些属于它的那个实例成员，比方说类似这种东西，
你在六的时候，这个对象里面是不是会有？有的话，但是你起到的作用只是一个桥接，无形之中就会浪费内存，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方法也不是很好。那么呢，这种方法也不行的话呢，你就干什么事情，既然这样六不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做一个桥接？就是什么呢？再进立一个 F 出来，这个再进一个类出来，这个呢就是一个中间的桥接东西。它的原型对象呢，我们直接就等于它，这样是不是这个中间跟它建立了关系？然后呢，然后子怎么跟它建立关系呢？如果子直接等于它的话，这样就起不到我们刚才那个作用了，是不是？这样两者等于它等于它，它又等于它，是不是这样又反过来又可以找回来？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原型这样指向，是不是指回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三者完全相等的嘛，是不是？所以说也不行，这样不能直接这样弄，直接弄是叉叉。那么你就干什么事情呢？就变成这样六一个对象出来，这个是六出来的。六出来之后呢，让它的原型对象等着它，是不是这样？那么等着它了之后，如果你从它那里创建出来对象，就会找到这里来，它又等着它，等着它了之后呢？它这个地方六又指向它，又指向它，又等于它，是不是？等于它就找到这样来了。反过来我们看，如果从这个负的构造函数六这个对象的话，找到这样来，然后这个东西是相等的，所以它也可以找到这样来。但是它会不会找到这样来？不会，因为两者之间没建立关系。但是它会不会找到这样呢？这里的原型对象不会指向这个对象了，是不是？所以说子东西没有暴露给负，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类型式的继承的一个图，它的背后的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理论，就是这样。前面呢，我们没有画这个图，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大家刚刚接触原型的东西，可能还理解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是纯粹的只是这样讲。那么今天的话呢，有了这个图了之后呢，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说清楚了啊。关于继承的话呢，我们就先学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了那个。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多态的学习，啊，关于学习多态了之后呢，那之前啊，我们有几个关于原型的东西呢，那几个常用的属性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什么呢？前面我们也用到了，就是还是 own property 以及 is prototype of，还有那个 get prototype of 这几个常用的属性那个方法啊，我们把这个掌握就结束继承的学习。它是个什么意思啊？比方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f，回车这个函数是不是创建出来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六一个对象 f 等于六一个 f，好，这个对象出来了。对象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给这个对象可以动态的加上一个属性，然后我们就判断这个属性到底是自己的呢，还是从原型里面拿过来的，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前面我们用过了，但是没有说明这个东西，因为当时还没有学原型，还没学继承，是不是？它是拥有 name，我们看一下啊，它是 true 的，是不是？如果你给它的原型 f 的 prototype 加一个属性，比方说等于22，那么你在这里写上 as own 就是拥有者的意思，是不是？所以说你在这里输一个 age 的话，应该返回的是 false，因为 f 对象。跟原型对象是两个对象，它根本就没有拥有那个 age 这个属性啊。这是这一块就是拥有啊。说到拥有的话呢，你以后如这个方法也可能会经常用，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写循环的时候，判断哪些属性是自己的，哪些属性是继承过来的，是不是这样？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个了解就可以了。也比较简单，记住哈，访问这个 has own 点 property 呢，是这个对象这个层面，也不是这样写的啊。这样写的话，达不到我们那个目的，这个地方要记住。比方说，我们这里写上 has own property，然后你可能认为是第一个对象是他，然后比方说 age，name，你会发现它返回的这个 false 啊，你不要这样用啊，是对象级别的一个 has own property，那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判断那个原型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前面有个大写的 F，是不是？F 的 prototype，这是个原型对象，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操作符啊，一个关键字，is prototype of F。看一下我们哪里写错了啊？是不是把那个，把它再弄一次啊？
等于六一个 f，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f 点 prototype 一字 prototype of f， 看一下哪个地方有点问题啊？是不是我用错了？一字 prototype 点一字 prototype of f 上，我刚才把它搞成一个像 instance 我那样用了啊，这是这样用啊，就是说这个软型对象是否是这个 f 对象的一个软型啊，这个比较简单，了解一下就 OK 了，也很容易掌握，是不是？知道有这么一些东西可以判断出对象以及它的软型对象之间的一个是否关系，这是有必要掌握的，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知道了对象。知道软型，然后对象本身经历是否有关系，用它。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直接我们只知道对象，我们想得到它的软型情况的话，就是要通过 object 点 get prototype of， 就是这个玩意儿，它的那个。比方说我们这个 f 传过去，它的软型对象呢就是这样的，它里面的构造器就是 f， 是不是？这是得到依据这个对象来得到它的软型对象的一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关于软性的三个属性呢，就是这么几个啊，把它掌握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我刚才犯了个错，是不是？大家记住就行了。啊，今天呢，关于继承以及软性呢，常用属性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